教你电视剧怎么赢了。这种翡翠局小怪很多，感觉小怪好霸气多啊！我看分析一下这把钻了，条路上路三个人头感觉不好打，除非上路越塔或者干嘛。下路的话有机器人，对面也有很右，也不好打。觉得走运吗？先说啊，前面拿人头就先不说，先试四局，然后中路也有机会啊。先升四级吧，升四级直接去中路，获得上路。麻烦不断。有没有别的人直播的时候有弹幕上一直刷输的？为什么我感觉我不看任何一个人直播，但是我感觉不懂，我感觉应该是没有的。我不懂为什么老是他妈的玩个游戏一直刷我输，我找不到理由啊，找不到大家的理由。他妈玩个游戏他妈一直刷你输，呜、哦、小号是小白球，呜、哦、他妈的不知道。大节奏，大节奏。Shut down。兄弟，你都打不赢了，不如给我来吸啊！感觉玩小火龙上路的感觉有点搞心态的，线上打不过，有点搞心态，我妈吃个塔下线。完成了。借口很多，真的感觉玩小龙打线上的借口太多了。该算是旧账。你又吸不了，要拖到你大后期，给我吃经济，我前期自己马上吸。已经好起来，刚才吃了个大人头啊，吃了个五百多，还有多少？选择相信队友，队友不行就输。我选择相信我自个，我选择相信我自个。相信队友容易输啊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然后这条龙刚才也一直在夜塔。试试我吧，看我怎么吸就行了。我吃到星际等于赢了，韩服王者吃到星际等于直接赢。我可没有刮胡子闲工夫，中路好像也有机会，感觉好像中路也有一点机会。敢不敢上兄弟？敢不敢上？有没有大啊兄弟？算了，不吃他线，我怕他狗叫啊！他都说十五了，他妈的，感觉我不吃他线，他还会恶心人呢。我不如直接吃了，他站着不动了是吧？我不吃他线，他也会说十五的，也会恶心我的，我还不如直接吃了。他、啊、心里已经恨死我了。那你被越塔他妈的你不行，我就让别人吃经济。啊机器人放个 Q 左掉，呜、哦、他妈蝴蝶又大了，当了兄弟。可以下分了，我在这里能不能回蓝了？回点蓝了。
呜，这样的成分有点操作。五十来，叫我韩行，度数测韩行，确实韩行的。我就问你，我不推过去能杀吗？那他在塔下，你推过去还能杀？你不推过去怎么杀？而且我上路那波，我吃个塔下兵，我为什么一直叫？我吃一个塔下的兵，我补个塔下兵，你一直叫。刚才那上路我又没推小火龙的线，我不懂干嘛大家一直针对我。该算是旧账了。我不懂为什么大家要一直针对我。先发育，我发育还行。先不抓，这把抓了要输啊，野区天在了。看来还不如直接吃他线，那小龙反正是送人头的，我不如直接吃线，我吃线肥了我自己吸。随便送啊，那小龙他不值钱的，他送了也没有用。他死的话，那小炮杀他也不值钱。剑出收集者好黑头。我可没说胡闹。直接吃了吧，反正他一直死。不吃白不吃，反正他一直死。知道他等级高，还给对面。僵子多点，误传。我这没毛病吧？这直接吃和不吃有区别吗？这小龙他一直死。我不吃的话，那小龙等级高，他等级起来，小炮还杀他经验多，我感觉没有区别，反正他在一直死的。这小炮打个菜比还嘲讽我，这小炮叫我记住是吧？麻烦不断，打个菜比他妈还嘲讽我，给你送起来这么肥，一样被我踩。想到好主意了吗？二阶走了。呜，僵尸保卫，拉开吧！呜，穿，死不死没想着。觉得赢的刷一输，刷二谢谢。这把觉得赢的刷一输，刷二谢谢。给大家开个上电视吧，共享页面人气，没带粉的牌的也可以卡个粉牌支持一下，谢谢，抽个500，可以卡个粉的牌支持一下，做永远的兄弟。有十级粉的牌的可以加直播间公告的微信进飞进群，每天会在群面跟大家互动啊，白天一样能看得到我。觉得串了刷个串，谢谢。如果觉得串，我请你刷个串。那小炮这么肥有什么用啊？上电视1块钱抽500，没带粉丝牌的也可以卡个粉丝牌支持一下兄弟，谢谢，感谢，做一辈子的兄弟啊！
你把他全都打了吧，不然他对面推塔太快了。今天没有爷爷卡高粉的牌，支持下孙子。今天没有爷爷卡高粉的牌，支持下孙子。这个小炮好像很装啊，我感觉小炮好像很装啊。今天有四倍亲密度啊，大家可以卡到粉丝牌支持下，或者升级粉丝牌，升级粉丝牌就可以加微信群了。每天会在白天会在群里面跟大家互动，让你白天也能看见我。哦，一枪揍掉你！小龙就要送50个，就把我一样赢了。准备动手，准备动手，准备动手。本来我没有打中，那小炮先打中了。本来我真的没打中，他妈一直打中。我抓死他一次，他打中恶心我。上电视之后7分钟，1块钱抽500，没带粉的牌的爷爷可以支持下孙子吗？可以卡到粉牌支持一下吗？弄下夜门人气可以卡到粉牌支持一下。大家说是不是？这个三杠零的小炮打一个人机小火龙，然后我抓死他一次，他跟我讲话。我现在跟你讲话，你又不敢面对。刚才他妈你跟老子先互动了，我现在跟你讲话了，你又不敢面对是吗？又是你先互动，现在老子打字你又不敢面对。剁掉是不是？剁掉？服务好像。完了，50了，没有了，还杀不死你。玩什么呢？上电视最后5分30秒，最后5分30秒，1块钱抽500，没带粉的牌的也可以卡粉的支持他，谢谢感谢。弄下夜门人气可以支持一下。今天有4倍亲密度，十几粉的牌的可以加直播间公告的微信进粉丝群，当一辈子的好兄弟。样子看吧，压眼了。大家说我和小炮谁是小丑？大家说我和小炮谁是小丑？枪中掉了，我抓死他一次，他要跟我先互动，叫我等住什么的。他妈的，现在老子跟你互动，你又装死，不敢讲话。我小炮谁是小丑？320开局的，打个人机，我抓死他一次，跟我互动啊！我现在跟他讲话，他又恶心人。来个重伤，麻烦不过。
当天是最后四分钟，最后四分钟，你快点抽500没带粉的牌的，你也可以支持一下最后四分钟啊。交锋什么意思呢？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夫。这样子恶心我？难道我说一个人踢说错了吗？等我又没有用，马上神装重盾剑，马上神装。左点，放松，黄金。当天是最后三分钟，最后三分钟没带粉牌的，也可以支持一下。有经常来我直播间看直播的兄弟，可以卡个粉丝牌支持一下。觉得我正在虚张声势。他妈的，50了，值了！他妈查一下，等着查一下，我杀完了，杀完了，就差一下，就差一下。擦一下，全部杀完了。我只要 HR 狐狸死了，那个亲妈也死了，全部缩掉了。擦一丝血，但是没事，没关系。先来个三处血。来，先来个三处血。这把输了，狗叫十声，可以吧？这把输的，我学一条狗，狗叫十声了、啊，攻速血也可以啊。没有训练不防的话，出攻速血也行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兄弟这么肥，怎么刷我的野、啊？这样子刷文哥的野、啊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来算旧账。动手，动手，准备动手，动手！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我真的好怕、啊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不会要输吧，兄弟？一说狗叫十声，他妈就要输。当天是最后三十秒，最后三十秒啊！一块钱抽500，没带粉的牌的可以支持一下。最后三十秒啊！冬夏夜没人气，大家经常来看直播的可以卡粉的牌，谢谢。这波我真的感觉全部杀完了，但是他就是没有杀完，感觉马上要挨小炮喷了。问题是我也先没有互动，他先跟我互动的，我抓死他还是他先跟我互动的，我也没有先互动啊，然后我还很委屈。麻烦不断，黄毛好好玩了、啊，要输了。刚才是中奖的兄弟，放下植物吧。是植物才能进来。得先做个饮水，出完饮水就能打大龙了。出完饮水的话就能打大龙。这么难打吗？
好像有点坏起来啊，兄弟，有这么难打吗？一说输了狗叫就要输是吧？如果我不说输了狗叫他不会输，我他妈一说输了狗叫他一定要输，又要输。先出一血，可能有闪的，看到那个将军，但是他们有闪的。先出一血再打。放松，伙计。直接开呀、啊！该算是旧账。有没有懂的？为什么很多女生喜欢黄毛？有没有懂的？就算黄毛没有奔驰上一个。舒适舒适跟你说话去了，我跟大家讲黄毛去了，为什么黄毛没有奔驰骑个烂电动车，这么多女生喜欢黄毛啊。 you have been slain. 我看有些黄毛还不如我帅啊，有没有懂的？有没有懂是什么原理、啊、这他妈说不过去，有第一黄毛没有奔驰，而且开骑不烂电动车，然后有些还没有我长得帅。但是就是有很多女生喜欢黄毛啊，这黄毛会聊天还是怎么样啊？这小花觉得是个小丑啊，想到好主意了吗？要不要我发力马上赢？要不要我发力？打很不断，怎么感觉输了要狗叫还要被喷啊？小炮先打字嘲讽我，他妈输了还要被这小炮嘲讽，还要他妈狗叫啊！这小炮的嘴脸好恶心啊，在旁边我想一拳打死你的小炮，嘴脸很恶心啊。没看到这边没有队友，他妈已经快要减伤了。尽力尽力，真的尽力了，真的尽力了。这小炮嘴脸太恶心了，真的。前面是他跟我先互动的，我队友是人机，然后他妈他一直我一回应他，他妈我也没骂人，他一直骂我，很恶心呐、啊，技不如人，然后嘴巴又臭完了，小炮。技不如人还要被他嘲讽啊，嘴巴一股屎臭味，先举报一下，马上让你一天打不了字啊。换武器，现在换不了，怎么换兄弟？可以把这个麦都换武器。来，等我一起扛过去，有能赢啊！动手，动手！大铁锹，先把这武器。难受难受，坏了坏了，听错了。
我操！小半小半，输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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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难受啊！好像是啊，兄弟，他们还要狗叫啊！好恶心啊！